我喜欢过大叔，只要看到你，我的心就会跳个不停。已经结束了，就算在路上碰到，也不要跟我打招呼。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，但是我想看到你。白嘉，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我怎么样？是个很性感又很帅气的男人吧？抱歉，我们要先离开。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餐，慢慢聊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未来戏剧台，爱在乌鹊桥。